我现在到这个邮政局这边，结果今天没有开，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寄这些衣服了。哎，我只可以明天再过来一趟了。But 现在我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 Seven Eleven purchase 我的 Shopee， 因为我又订了下一批衣服和纸袋还有 stickers 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是要去 H&M 买我们下一批要画的衣服。Let's go！ Yo， 我们来了 H&M 了，然后你看，没有开。你看，全部广告完，完全忘记了。现在这个非常时期，这种服装店是没有办法开的，所以大意啊。OK， 这个是个 quick announcement。昨天是6月6号，今天是6月7号，然后不到20小时的时间，我已经卖出了其中的9件了，然后剩下这个最后一件 XS size 的女装还没有卖出。不过以一个时间来讲，可以卖出9件，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啦。然后我就打铁要趁热，今天早上就开始准备这个 season 2的衣服了啦，就是下一批的衣服这样子。然后我早上就去 H&M 一趟，要买第二批画的衣服，然后我发现到不止 H&M。其他衣服店都因为 MCO 的关系没有开，所以这个第二批衣服的生产就出问题了啦。我就只可以启用我的 Plan B。讲真的，我不想用 Plan B 来做我下一批衣服，因为 Plan B 跟我的品牌 L Uniqlo 的概念起冲突。因为我之前就讲过 ，L Uniqlo 每一件衣服都必须是我亲手画的，然后每一款只有一件，实行真正的 The Only One。But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 ，MCO 没有办法买到衣服来画，我就只可以用 Plan B，which。printed T-shirt， 我今天早上就联络了厂商，然后会 print 一款 T-shirt， print 20件，没有办法再用手画这个 Season 2， 因为现在这个 MCO 真的买不到衣服。好吧，我的 Season 2主题叫做 No Cabin， No Cabin 是一个Hip Hop 用词，然后翻译成华文就是没有在跟你胡乱。怎么会用 Cabin 呢？因为这个 Cap 字 C-A-P， Cap 就是帽子。对，我 Season 2主打是帽子，然后我们的 Season 2一共会有什么单品呢？衣服呢会只有一款，然后会有20件，因为是 print 的，然后 size 从 S 到 XL 都有，然后帽子就有10款，每一款都是我亲手画的，然后设计都不一样，一共有黑色、白色还有米色选择，然后 yeah 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的 Season 2 No Cabin 一共会有20件的衣服，还有10顶帽子，然后更多的 details， 我的帽子设计啊，然后我的衣服的 design 全部，你们都要自己到我的 L Uniqlo official 这个 page 去看呐、啊。现在我要来 announce 这个日期，因为今天是6月7号，然后我手头上的东西呢，帽子啊，全部都还在 on the way， 就是还没有寄到我这边过来啦，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动手画。But 我确定这个礼拜呢，应该就可以开始动工了。这个 season 2 no cabin 会在6月20号开始卖，6月20号开始卖。好嘞，更多消息去 follow 我 Instagram 这个 page L Uniqlo Official， 更多的东西会放在那边，我就不会在这边更多阐述了。然后还有第二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 L Uniqlo 开始 customization service， 像我身后这件裤子这样子，这件裤子全部是我自己画的嘛。然后如果你有什么 idea， 很像来你想要画一件衣服，然后你想要画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跟我讲，就跟我讲你想要你想象的东西是怎样的，然后我就会用我的设计我的方式画给你。很像你跟我讲今天你想要画一个宇宙啊，或者是你想要画一个森林啊，画一个妖怪啊什么，然后你跟我讲，你给我你的 concept， 然后过我就会用我自己设计方式然后画出来。所以这一件衣服这一件裤子就是专门属于你的，所以叫 customization。 Alright， so the customization service which 客制化话啦，就是你可以直接来inbox 我们 L Uniqlo， 然后我就会 reply 你这样子啦。So， but 这个 customization 是要时间啦，因为我现在主要在筹备我 season 2的这个单品。Yeah boy， 哎，我知道最近的 video 是有点闲啊。我也是很怀念那种在外面到处跑、到处玩、到处拍的那种 vlog 啊，还是什么。But 现在这个 MCO 真的是很难，我现在只可以在家，所以接下来的 video 可能都是像这样子，也不会就是在家里讲话这样子，有点闲啊 ，no choice。然后我最近有开始在录一些歌，然后我们的下一个 video 就是我的音乐，我已经很久没有放歌的东西了，就这样子啊。如果你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 ，make sure 订阅还有打外面小铃铛，这样子可以接收到下一个影片的时候 ，CFC 关注我的衣服 L Uniqlo Instagram。Alright， see you guys next video。